什么这么开心啊？今天马上要收购了。没得看我女人的一面吧。我是舞王老师啊，给大家上舞蹈课，很久没有上课了。因为演员的协调能力、肢体能力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悲伤，如果你这样不动的话，人家就看不出来你有悲伤啊。居然就会觉得你很悲伤。开心。就开心，对不对？焦虑为什么要踱步呢？就是表现你焦虑。哎，懂了。懂，都是一种治愈的表现。现在随便说一个话题，老师来演。继续吧，来了。抖音。